千年星空如常，血色里日记显得疯狂，借火焰去隐藏残存的弦鼓衷肠，声音天明而志向，只为求破戒权的阻挡，要看五月的苍茫，决心闻到莫彷徨，忘记善恶分尽力了，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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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奇怪，怎么一个妖君都没有？这明显是个陷阱。就算是陷阱，也要冲进去。我怕时间耽搁太久，苍茫古城里的人会有危险。白千金的每一招都让人琢磨不透。锦锦，你们要是遇到白千金，一定要用我的办法去对付他，绝对不能有任何差池。我先去准备一下。
这就是原始圣甲。张林，我们先拿到它，再去找无相。原始圣甲，我饶你们不死。到了手的宝贝，就有交出去的道理。我今天不想杀人，你们真讨厌。妖印消失了。妖印怎么会突然停止了呢？难道有人进攻极恨冢，解救了我们的危机？会不会是张林和铁狼他们两个？哥，我们去极恨冢看看吧。但我们还有伤在身。不管了。难道你不怕圣甲被别人夺走吗？可以吗？你们可以吗？走。我们也去吧。可是。公子。我已经好多了，你跟美空一起去吧。好。怎么样，师兄，你也去看看吧。我怎么能丢下你们呢？你现在是五岳仙盟唯一可能获得圣甲的人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去吧，师兄。Oh!
玉神带终于复出小计来了，这就是我的玉神器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 有消息了，菲儿，大师兄，没事吧？生理协伤，不过现在好多了。你呢？你没事吧？放心，没事了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打败了九尾狐，得到了第一届原始圣甲。 圣甲，圣甲在哪里？这块令牌就是圣甲。 竟然是这么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。
董帅，李德成没事吧？主人，小胡儿向主人叩问圣安。主人他千多年前，据说就是女娲因纣王对他不敬，编派九尾狐下凡魅惑纣王，让商朝覆灭，才有的封神之乱。所以女娲便是统帅的主人。能见到主人真好。能见到主人真是太好了，我的子孙也化为飞灰，永远地离开了我。我以为九天十地三界五行之中百千劫再无思念，再没有一个可以值得让我魂牵梦系之人。数千年的千丝万念皆化成灰，再无留恋。主人，是千机不对，千机罪该万死。千机就算忘记天地，也绝不该忘记主人，忘记主人给的恩。若不是数千年前主人一念之词收养了我，千机又怎会从一个可怜的小狐狸修炼成现在的九尾狐。若不是主人一念之怒差遣千机去人间作乱，千机又怎能跟子寿相遇，饱尝人间情爱。可不该，更不该的是，千机怎能忘记主人你给的恨。要不是主人给我任务要千机令纣王沉迷酒色，我又怎会成为千古妖姬，受万人咒骂。要不是完成任务之后主人弃我而不顾，我又怎么会被诛身讨伐，受三界唾弃，最终风雨血耻苦劳之中受千年孤寂。如果不是主人你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九尾狐。主人，
忘记你是千机不对，可是主人，您还记得当年那只小狐儿吗？主人啊，主人，真是太高兴能见到你了。是你提醒了我，如果不能因爱而生，也可以因恨而活呀，不是一样吗？啊！找个地方好好的疗伤，然后我们去五岳仙盟玩玩吧。走。不动师兄的伤势算是稳定下来了，要是有什么变化你再立即通知我。不动师兄真的会成残废吗？练副盟主的仙医术比我们高明得多，回到五岳仙盟也许会有奇迹出现的。我先去看其他兄弟了，不动师兄暂时交给你照顾了。不动师兄，你相信奇迹吗？小妹，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这个人已经成了残废，好可怜啊！是谁把他弄成这样的？是我，是我打伤了他。你为什么要打伤他？不动师兄还需要休息，小妹你还是先出去吧。你们不是同伴吗？为什么要打伤他呢？那是因为姐姐被妖怪的妖术所迷惑。是吗？姐姐你真没用，这个人可是对你很好的呀。是，我是没用，要不是我逞能，我就不会中了妖术，更不会把不动师兄害成残废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其实他不可怜，你才是最可怜的，你才是真正需要奇迹的人。你是谁？我是来帮你的，只要你说一声愿意，过去的风小玉将会永远消失，你将会脱胎换骨，变成真正的强者，不再成为别人的负累，不再内疚自责。只要你说一声愿意，奇迹便会出现。这世上真的有奇迹吗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？你愿意变得更强大吗？我愿意。如你所愿。九尾狐，别害怕呀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守护神了。这感觉不错啊，难道这世上真有奇迹？你们都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有些话憋在我心里面很久了，
我今天必须把它说出来。今天我们就当面把话都说清楚吧。其实我清楚，张陵是为了助我摆脱尹将军的附体，才把我跟你说的秘密告诉菲菲的。我也清楚，菲菲是为了救我，才让我跟她表白。我也非常非常清楚，为什么事后你们要隐瞒我，因为菲菲不想当面拒绝我。我也知道张陵不想我因为菲菲的拒绝而伤心，可是我还是任性，还是说了，是我不好。我还没说完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早已经把你们两位当成我最亲的人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们两位会对我说半句谎话。即便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，可我还是一时想不开。张陵，菲菲，对不起。我还有最后一句话，菲菲，不管张陵爹做了什么，请你不要怪他，不要把上一辈的恩怨怪在张陵身上。我的话说完了，该你们了。张陵，我只要你一句话，你真的不知道你爹就是杀我母亲的仇人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谢谢。张陵，该你了。刘亮，有一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，就是你的直脾气，永远都不用改，这是你最可爱的地方。还有，能跟你成为朋友，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。菲菲，如果我爹爹是在不合理的情况下杀了你母亲，我愿意一命赔一命。但如果你见到了他，我希望你给他一个机会解释。他是我父亲，我相信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谢谢你，菲菲。我说完了。那到我说了。我把话说前头啊，除了张陵之外，你们的生死跟我没有关系。要不是他让我救你们，我才不会救你们。假如你们让张陵的生命受到威胁，让他受到伤害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尤其是你，东皇菲菲，你听到没有？哟，小狐妖，似乎对我有点意见啊！你还要让我把话说得再直白一点吗？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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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听我说，我们四个既然都已经把话说开了，相信我们心中也不会有什么芥蒂了。刘丽，你先回狐狸窝吧，我们三个还要赶去苍茫古城呢。啊，不行，人家要跟你一起嘛。你就让我休息休息吧，我真的要赶路了。好吧，那我在狐狸窝等你啊。我们启程吧。好，走吧。九日师弟，愿你魂归道山，安息吧。谁啊？我是来打扫的啊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统帅，都已经打扫干净了，您可以安心休养了。是吗？我刚刚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梦，都不想醒来。有趣的梦。我梦见一个少女把她的灵魂卖给了我，
他便是以后我安在五岳仙盟的玩偶了，想起来就觉得有趣。现在心情好多了。在我休养之前，我先去跟三位长老进行战况汇报，在汇报战况之前，先把那个令人担心的小龙珠给处理了。龙珠，不是说好了要把叛徒紫琉璃给杀了吗？你才可以减少痛苦，你怎么给忘了，还把他放了？我说过，只要你失败一次，我就会在你身上取一样东西。琉璃不是叛徒。那他是什么？他是你朋友吗？可是他骗过你呀。他骗我是为我好。我们是朋友，他更不会是叛徒。琉璃他只是不想看到凡人和狼族再次大战，所以才一直寻找解决的办法。哼，你不想大战，那我们来这干嘛呀？先锋死了那么多妖，是干嘛呀？我又是干嘛呀？哼，那叛徒紫琉璃和张灵已经杀了我们多少小妖了，还把我给伤害了，而且还逼着我把我最心爱的紫兽给伤了，打得他灰飞烟灭。小胖猪，我才是一直跟你说实话的人呢。啊，知道了。知道了就好。左手还是右手？左手。我再问你一遍，那紫琉璃是不是你朋友？是不是叛徒？啊，那我换一种问法吧。下一次失败，你是要左脚还是右脚啊？左脚。好，那下一次我可就要拿你的左脚和你娘亲的右脚啦。我求你不要伤害我娘亲，我求你不要伤害。那紫琉璃是谁？紫琉璃是个叛徒。好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保证不动你娘亲半根寒毛。老主知道。把他拉下去，你们也下去。我要向我的三位长老报告下战况。是，主任。什么而活？千机向三位长老请安。战绩如何？影将军杀敌十三人，最后被闯阵者给斩杀，壮烈牺牲。五岳仙盟也已经得到第一届原始圣甲了。这样的战绩，亏你还笑得出来。那有什么办法？
千机已经被三位主人的噬心蛊给控制住了，妖力大不如前。如果想要千机有更好的发挥，那主人能不能把千机身上的噬心蛊给消除了？简直就是痴心妄想！我命你赶紧立下战功，要不然我就让你尝尝烈焰噬心的感觉。主人，千机也只是说说罢了，您别动不动就生气嘛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的幽灵先锋里面出现了一名叛徒，这次就是因为内外受敌，所以我们的战绩才会这么的不理想。是谁？小狐妖紫琉璃，他帮着五岳仙盟抢夺圣甲，而且还把千机打伤了，现在千机需要回去闭关休养才可以继续作战。紫琉璃是太后安排的人，肯定是太后在幕后指使。我明白了，你现在先去疗伤，然后再去找花将军，他一定不会背叛幽灵异乡的。遵命。走吧，咱们去找太后，紫琉璃的事情他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且慢，如果现在去找太后的话，就算他承认紫琉璃是他安排的又能怎么样？别忘了，在幽灵异乡众将士的心中，狼太后可是精神支柱，如果现在这个时候跟他翻脸的话，只会酿成更大的灾难，而且没有办法向二世狼帝交代。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吗？我们现在只能按兵不动，只要让我找到了机会，我一定跟太后算这笔账。三个跳梁的小丑。统帅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虽然在这血池苦劳，囚困我千年，但不知为何，每次一进去，就有回家的感觉。感觉真好，鬼火。我在苦牢里面休养的这段时间，你来当我的护法。遵命。不过统帅，那帮闯阵者难道不管吗？哼，游戏还要继续的。之前是我小看了这帮闯阵者，等我从这血池苦牢里出来，好好的陪他们玩一场。闯阵者们，呈上原始圣甲。依照魔劫成道大阵的规条，哪一组能夺得圣甲而回，便可以分享三颗万木金丹。你们虽然并非一组，却是一同舍身力战九尾狐，最终成功保护圣甲不失，所以本座决定将金丹分送给你们三人。的仙骨中长，身影天命而志向，只为求破戒权的阻挡。要看五岳的苍茫，决心闻到我彷徨。忘记善恶分裂的幻想，你我生命燃烧中相接，是注定同行。魔劫成道大阵第三关完成，闯阵者二十人，一人阵亡，而韩不动、天心因为受伤太重自愿退出。还有其他人要退出吗？我退出。
对不起，师父，九日死了，我实在是无心再战。师父明白，退吧。我也退出。师父，我也不想闯阵，我要照顾不动。退吧。依照闯阵规条，中途退阵，一半修为将被皓月镜吸去，退阵者交出皓月镜。送他们回去休息。是。第一件圣甲已经出现，在契机牵引之下，其余四件圣甲将陆续现世。现在闯阵者剩余十五人，本座让你们重新自由的组队，以三人为一组，而往后的闯阵任务将不会淘汰任何人，该以小组计分的方法进行，哪两组的分数最高将做最后决战，决定谁有资格穿上原始圣甲。明白。铁良，我们去庆祝一下吧。好啊。哎，晚上我们去喝酒吧。跟谁呀？就我们几个啊。哎，巨熊。哼。嗯，我还以为大家会给我们庆祝一下，现在看来只剩我们三个人了。算了，不庆祝就不庆祝吧。哎，我们找个地方服下这金丹，试试这威力如何，怎么样？那我们去青铜剑吧。我有更好的地方。哎，你们这回可厉害了啊！有了这金丹以后，你们便是仙道界一流的高手了。是该找个地方好好庆祝一下。那公子要不要跟我们喝一杯？嗯，这就不了，我还得回去照顾天心呢。天心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好的差不多了，但是炼父盟主说复原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嗯，那你替我问候他一下。好的，有心了。哎，天心公子，我想向你借一件法宝。什么法宝？师父，是我没用，是我用错了计。我本想借他人之手，却把自己给烧了进去。宫二，别胡乱揽罪。我们三个人都有错。我最没用，大哥二哥在全力布阵抵抗妖阴的时候，我却只能在一旁看着。小雨，好了，你们别争了。我都看到了，你们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所以这一次我不会惩罚你们，但你们一定要记住，你们的极限绝不止于此，仇恨才是突破的关键，你们应该要知道你们为什么来这儿。是。九尾狐的实力你们已经看到了，所以说最近我一定会加大对你们的训练，下一次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是是是，师父。不敢愿春风拂面，掩住痴念，蓦然回想初见时桃花雨满天。
青丝里还乱，纷飞落进姻缘端，隔着迷途还要伴你穿过时间的背。